好冷啊。爷爷，冬天到了吗？还没呢，不过白露到了哦。白露一到，天气一天天就变冷了呢，尤其是早上和晚上。所以人们常说，白露身不露，早晚需加衣。来，穿好衣服，我们去看候鸟了哦。爷爷，我们怎么去啊？车马上就要到了。哇，这车小朋友都喜欢，我给你点个赞。爷爷坐好了，我们出发喽。候鸟在哪里呀？候鸟在哪里？咦，爷爷，候鸟长什么样子呀？我们今天看的候鸟是大雁。咦，它来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越来越多了。我们跟鸟儿们打个招呼吧。大雁，欢迎你们来。